Hello，大家好，请敢宝说嗨。嗨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在我们的家，是敢宝跟爸爸盖的房子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他们三个盖的家，有几层楼？几层？三层是不是？哎，前面是一个花园吗？Is that a garden？Daddy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花园吗？哦，是游泳池吗？Is that a swimming pool, Daddy？ 有。那是游泳池吗，敢宝？是。是哦，啊，可以真的游泳吗？可以假装。可以假装游泳哦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就这样子哦。所以这是敢宝呢，已经跟他爸爸玩很久很久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玩。这是地洞吗？哎，是不是有个地洞啊？所以呢，我第一次来。哦，嗨，阿宝，这个是阿宝 Zoe， 就是我们家阿宝。阿宝，你怎么换衣服？我们阿宝还戴一个头盔嘞，然后他拿一支剑，好搞笑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去。阿宝，那地上那个是地洞吗？刚刚，我是第一次玩哦，所以我真的不太会。我们进去看看吧，看看敢宝他们做了什么家。阿宝现在在打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要关门，要怎么关？再按一次。Oh no, Daddy! I think Abba is need help. Abba, 快进来！你看阿爸，你干嘛？阿爸把门关起来。妈妈关门。我不会关呢。好，没事嘛，啊，没事。所以我真的是初学者，非常非常的初。所以这是他们盖的。阿甘，一楼在哪里啊？这一楼是什么东西？所以有很多火把，他们盖了好多好多火把，然后他们两个盖的，把房子盖的好像迷宫一样哦。所以这边呢，好像是有一个是房间吗？是，好像有画哈，有一幅画在墙。哦，有狗狗，有两只狗狗，嗨，狗狗。不能把它打死。我不会打死它。那这里又是什么？你打死它。啊，这里有一间空房间。那。阿宝，这个房子有我可以睡啊！嗨呀，干干，啊，干干就是干干哦。妈妈过来。好，你在哪里？然后我看还有哪里可以。觉得盖的好像地洞一样，好像迷宫哦。哦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耶。我在这里。然后这又是什么东西呢？你看那楼。这可以打开吗？不行，哎，可以。所以这是藏宝盒是不是 ？Chest。然后这也是吗？也是。哦，我可以用这个来做东西。嗨，这个是谁啊？这是干干。嗨，干干，干干，请你带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呢？我看你在哪里哈？你看，我看你。啊，你戴一个头盔耶？那是头盔吗？是安全帽吗？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好，阿宝，阿宝拿一个戒。哦，是打架的时候，打架的时候可以用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上楼吗？哦，哇，这个楼梯也盖得好。都是他们三个人自己盖的哦，是敢宝还有他爸爸盖的。哎，二楼这一楼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。这一楼是死胡同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上来了。哦，那好，我来了。好，哇，这是水吗？哇，敢宝盖了一个那个，一个叫什么水下可以水道哦。哦，又把它关掉了，好，把它合起来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小的，哦，他们现在在把水流出来。所以 ，Rachel， 你想，敢敢，你想要盖什么呢？你要盖一个室内游泳池哦。啊，我过来了。那这又是什么？我在这里。阿宝在哪里？那是 Daddy 做的。妈妈，你要去楼梯啊？好好，这是 Daddy 做的什么东西？楼梯那里面。可以去里面。哦 ，Sorry， 不小心打到你了。我上去是不是？要我上去啊？跳进去洞里面啊！哦，妈妈过来是男生，跟着我。哦，这不知道是什么。妈妈跟着我。啊，好好好，等一下，那个是怎样？有玄机是不是？我跟着感，哎，这有什么东西啊？妈妈，不是你，我这是哪里？妈妈跟着我。阿爸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耶。哇，真的好像迷宫哦。这个叫台湾的翻译叫什么？当个创世神是不是？然后美国英文是叫Minecraft。我觉得这好像不止三层楼哎。好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嗯，不是那里，不是那里 ，downstairs。等一下，哎，我们先看一只狗狗。哇，又有三只狗狗，三只狗狗。妈妈去那里，那
那些 stairs。这个下去是不是？这又有 stair。又去这里。下去。好，下去。哇，好恐怖哦。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不会用啊！啊，我现在掉下去了。好啊，怎么掉下去？那狗狗一直跟着我旁边呢。你看，你们楼梯做的太不顺了，妈妈都没办法下去。你看，你跟阿宝都没办法下去，卡住了。我会。卡住，哎，好了，下来啊！这里是。哦，是你们的，我们的秘密房间啊、哦！因为我有跟他坎宝要求说要给我做一张床，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我要怎么睡？妈妈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了。妈妈不是那个的，你的是比他的舒服。真的好，我再开始。哎，哎、啊、要怎么用啊 ？Exit。他说：“赶赶已经在睡觉了、欸，哎 ，What do we do, Daddy？ open， leave bed， OK， 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盖的房间，好吗？啊，好，我退后一点，所以这就是赶宝盖的房间哦，哈。”好，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哦，有好多藏宝盒。嗯、哦，赶宝已经在睡觉了。哎，赶宝，这是他们的秘密房间，很难找才找着。哎，这有一个门，这个门是干嘛的？不能出去吗？不能。那是通到外面阳台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啦。好，我可以睡那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赶宝的房子 tutorial 就先看到这里 ，OK？ 祝大家有个愉快一天哦，请赶宝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